这个会拍到。这个是什么？别急，好了，三二一，走。不打电话可以？可以啊。嗯，可以，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可以，让我研究一下。不行。好，我们下一片是有一个角度这样子，好哎。我在哪一片吗？对对对。来吧，好，走。好，再一片，我很推进。好，再一个，走。再见。有几片啊？很多。OK。然后再一个，再一篇。好，再一片吧。好。
好，加油！好，来三二一，走！哇，还一个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来三二一，走！我是因为那个花生酱有颗粒，所以它有颗粒，然后它会比较薄，因为如果没有霸王油的话，就有点像起到最后会有糊的东西。但是你要试油蛮多的，应该挤出来会比较漂亮。哦，你可以加一咪咪就好啊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太淡了，颜色太淡，看起来，对，我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好。不行，再深一点，再深一点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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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可以。这样颜色又更接近那个饼干的颜色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。